给大家点点头啊，现在就谁？可以。嘿，所以呢，有掌声，我们的小姐就会卖力的来做演出，对不对？因为虽然讲咱是囝人，心思也无唔对，啊，哥有我这个头啊，现在打起鸡哈，相信着吼，那每一位在舞台上演出的，那你听懂你话，掌声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一看到这场来看你出发，跟着那么头啊声，心内会有一点失落感，会不会？一点点。对，一开始可能觉得没差，可是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说，奇怪，想要把我头啊声挂无头啊声，其实。安尼代志就做大条，我来忘记咧偷跑啊声哦，你卖误会哦。对对对，好好，哎、欸，今天大家都很热情，有的呢哦，当然是大家这个心目中的女神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新生代的这个歌手，美女歌手哦，这款是哎，起码在我们这个粉丝圈当中也是很多好朋友喜欢的一个对象，你有这样觉得吗？好像还好，好像还好，是不是还好？不会，我觉得哎。欸就因为抓出德国老顾，就有这么多的这个粉丝好朋友很喜欢，这样子很好。谢谢。对啊，因为爱我大家，咱的喜爱，我们才会更加的进步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的歌声也是很棒，然后身材也是越来越好。刚刚之前去日本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你们现在才认识我。以前我不只会出去送鬼，可是那时候他还没开始出来唱歌，对吧？那时候还比较像是小朋友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而且嘛，可是现在变很多啊，起码。就搞真的呀呢，就变不一样的人啊！阿东呢？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历练哦，如果够多了，我们的这个韵味也会不一样。真的，以前我也是像他这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小镇对不对？没有。我以前嘛都单纯的呀，啊就如果如果长得像，那弄跟你弄名牌，就是说那小灰兵看这一位我们就是会看的比较多，看的比较不一样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年纪越多，当然不是说越老，会好像越老越黑呢，会越来越有一个不一样的成熟美啊。哎，对对。像我就现在我就很成熟。会不会这样觉得？谢谢。啊，不过我妈妈不介意我去抽刘海，我唔知是安怎。伊讲我迄款就老诶，我感觉袂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啊，他是说吼，我刚刚我以前看你有刘海习惯，突然间没有刘海，也刚刚都怪怪啊，你。哦，习惯了。习惯，所以习惯是很严重的哦。对。所以改天你也让我姐姐发型，嘿，搞起来，说不定你会惊艳全场。会会，改天如果真的想袂开春去看卖啊！阿哥，你嘛是当来跋杯，我甲你讲哦，咱的下人嘛，咱的亲朋友，哦，咱的尊贤，那么咱的吼，公公太太尊荣哦，也是非常非常有非常的灵感的哦。所以呢，你若有啥物困难，你有啥物问题，你嘛当来跋杯。真的，这是现代语，就这样好朋友，其实心中有这个信仰很重要。那么咱在地，咱的好朋友拢是伫咱吼下人嘛家，吼咱的亲朋公家有默默这个信用。所以呢，让我们每一年哦，每一张在办这个老年活动，看到这位时阵，那我就是好朋友会来到我们的会场当中。哦，当然，要来感谢着咱的庆祝当时就今仔日吼开，唔管你开偌济，就你伫伊个日子，拢会当来个叹会，千千万万杯，非常非常的感谢。谢谢。哦，因为吼今仔日有恁的赞助，让我们今天这一场的这个康乐节目更加的成功，更加的圆满哦，非常的感谢。哦，阿那他段好，我们的这个呢，罗天印大哥啊，格力博赢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我们的那哈，丹东啊，那的信路了哈，也因为在旁边有来到会场，不要紧，我们只要的南宫哈，一来是被进行，一来就被进行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专心的演出，好，那回头南宫，那你朋友朋友来这填上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的圆圆继续带来好听的歌曲，别说那南宫最有啦，谢谢。然后一首呢，张惠妹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，老师就刚才还问大家讲过。谢谢，经常看一个爱情，我拢了解你，你拢看一个爱情，我了解。Thank you.
老师弄在咧笑啥呢？还不出家做面条的了。很乖，然后而且又很干净，对，而且重点是很可爱，我很喜欢，我你穿我就去了，哎，其他就勾住了呢，你看哦，这个呢。